直接下鱼缸实测。油漆底妆终极简易手残版，用7天都可以防磨、防蹭、防水。夏日游泳、温泉、音乐节，上天入地都不脱。第一步喷，首先脸上要喷一层定妆喷雾，量要够大，不要太心疼。平价保障开头太适合了，等它半干后，在粉扑上喷一下。第二步滚，来画重点了，气垫滚脱法，最好用又遮瑕、又持久、又水润的气垫，啥都不用管，直接滚脱上脸。先滚到了面部边缘脱拽。反复操作，先滚到了面部边缘脱拽，滚边缘脱拽，滚脱拽，30秒上好半张脸，又快又省事，而且遮瑕力和持妆力直接拉到顶，不愧是我选的真水梦。看你自己上妆的习惯，在家用美妆蛋配合这个气垫上妆更快。第三步再喷一层，真的太好用了，我囤10瓶都不为过，而且它成膜超快，根本就不需要等。第四步怼，用这种圆的，而不要用这种扁的。把每一颗粉末怼到你的脸上每一颗细纹和毛孔里。这样你的妆才够牢，不牢啊，牢，牢。这样你的妆才够牢够持久。先用纸巾干搓，直接下鱼缸实测。气垫持妆法有没有拿捏？快艾特你那个夏天脱妆成露水墙壁的闺蜜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m 天创，这里是我 YouTube 唯一官方频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请大家多多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多多点赞分享我的视频，不要忘了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最新的美妆 tips 啦。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